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威海老马。今天呢，老马来到了山东荣成爱莲湾，看我身后哈，这个夏天呢，冬天有大天鹅，远处呢沙滩大海，小区看我身后啊，这个环境非常非常好哈。一会儿呢，老马呢给大家拍拍这个带大家去参观一下哈，这个小区的一些配套。为什么这个小区能吸引这么多的外地人来到这里？我给大家拍拍配套啊，拍拍小区，包括这里的房子啊，大家应该就能明白一样这样随着老马的镜头，咱们去参观参观。这个小区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外地人呢？第一啊，肯定是它的环境，因为咱们外地的老年朋友啊，来这里边肯定会找一个环境空气好的地方，有湖，冬天这里边还有大天鹅，等过一段时间呢，荷花啊等等的哈，都会在这里边开放，前边呢就不用出小区，咱们溜溜达达走着就可以到达前边的沙滩和大海啊，有湖有海这个小区，而且这个小区绿化全部都是这种成年植被。绿化率比例也非常高，而且这个小区的配套非常稳定，已经运营12年了。一会儿呢，我到配套一条街去给大家拍一拍，最后呢，我到实体楼去给大家找一个户型拍一拍观海效果。小区的配套一条街，这个上下4层是咱们的业主会所，像健身房、棋牌、玩的乒乓球、台球等等的，都健身都在这栋对咱们业主也都是免费的。这面是业主餐厅，2楼呢是单独的这个包间，3楼是可以唱卡拉 OK 的。里边东泰医院、口腔诊所、老年大学、咖啡厅，包括咱们这个家悦超市，等到咱们4期呢，还有咱们的游泳馆、健身房，还单独还有一套。这面呢就是1期和3期到3期用的4期呢单独还有一个配套区域。这来到楼上就是一梯两户南北通透全明户型，125平的这么一个户型，而且呢它是3室2厅2卫，一进来6米的一个横厅，北边呢它这是一个开放式厨房的一个位置，亮点是在这里，看啊这个6米大窗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背靠青山，面朝大海，小区内部，有湖泊，有大海，哎呦，真的很干旱，太舒服了，这个观景效果，在荣成和威海乃至威海啊，这个观海的效果好一点的话，超过这个小区的少啊，这是次卧，次卧都可以观海，北向的卫生间，次卧，主卧呢是带来一个卫生间的。看看主卧的观海效果，躺在床上就可以看见大海的房子。这面是带卫生间的3室2厅2卫这么一个户型，可以说是非常舒服的一个户型了哈。隔壁呢是一个89平2居室，观海效果也很不错。现在呢，老马也从这个楼上也下来了，还给大家也拍完这个实体楼，包括这些所有的配套也都给大家拍完了。我感觉这个小区外地人能吸引外地人来的还有几样，大家听一听。第一呢，就是它的环境，第二呢是它小区自身的配套运营稳定，第三呢就是小区内部绿化率非常非常高，第三就是它的物业对业主非常友好，第四才是咱们这个观景效果。行，这期视频呢，老马就给大家拍摄到这里。有喜欢老马视频的，可以多多关注老马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